不帮不用我帮你回忆，你当初为了当上这个杂志社的副主编费了多大的功夫吧。啊，陆芒，我提醒你，你不是打工仔，你是高管，你明不明白啊？我现在就是想知道，想知道你跟优传媒到底有没有说清楚，这个钱什么时候能弄明白啊？你先别着急，我刚到优传媒才几天，情况还没有特别了解，我是希望我能够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，我不想亏欠你们，再等等。你来了，早。吃吗？吃这个吗？谢谢。今天给老陈打电话了，人家在美国呢。这我知道啊，他老婆生病了，他要在美国动手术，所以他去美国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能体谅所有人，唯独我，唯独这个家你体谅不了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真的，但是你要替圆圆考虑考虑啊。我保证不让孩子。什么保证啊？不帮不用我帮你回忆，你当初为了当上这个杂志社的副主编费了多大的功夫吧？啊，行业缩水，你工作。陆总，你看过这个选题很不错，特别适合你来做，跟你之前的中华练习生想法很相似。但这个呢，就更贴近观众一点。琢磨琢磨。我先去还器材。等等。啊。不着急还吧，先看看选题。小小，公司内部的资源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，很多素材都可以拿来直接用。不要因为别人的态度就轻易放弃，开卷有益。人家老陈都已经去美国了，你干嘛呢？陆芒，当初是你跟我说。说你从那个杂志社辞职下海，跟优传媒搞什么业绩对赌，我才同意你去的，是不是？可你现在在干嘛呢？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啊。
陆莽，我提醒你，你不是大公仔，你是高管，你明不明白啊？我现在就是想知道，想知道你跟优传媒到底有没有说清楚，这个钱什么时候能弄明白啊？我刚到优传媒这几天，情况还没有特别了解，我是希望我能够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这世界很酷。